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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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2019年疫情爆发之前，伟大的复兴就只差了一点点。全面小康在2020，为了人民不得不清零，我们迎战困难，坚持了最长时间。生活在中国，你们就偷着乐吧。是世界正义的人们站在我们的一边，与塔利班和缅甸还有俄罗斯朝鲜，打出了人道主义战争。要反对自由，我们要统治人权，民主的线路点绝对走不远。公安机关经调查核实，已经传唤8名违法人员，并依法进行了处理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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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咱也不能变，放手境外的剑。西方腐朽的发达国家对我们嫉妒又害怕，建起防火墙，不让我们说真话。看谁在党的周围吧，党的恩情比天大，我们宁可不要爹妈，也不让人欺负他。我们要反对躺平，我们要反对厂家，停止劳动，警惕资本的腐化。所以各位，我们一定要什么？动态清零。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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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最后一站，谢谢。党对人民恩情深，人民爱党心一真，我们还拥有最完美的领导人，终身一辈子。全国人民的美景里面，体制永远高效看得见，有耐心期待，等第二个100年。要真心祝愿红色江山万万年。